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白事会》，表演者郭德纲、于谦。来了很多人啊，照相的还有，其实都是看您来的，没有听相声来。好多人都说我今天一定要去看看于谦老师，嗨，要问问他哪儿烫了头。嗨，至于这么迷人吗？我这个烫得很漂亮，秀气，关键是哪儿显秀气？这个比原来那头套看着好。对，头套啊，于谦老师，您老师，相声界里边这份的，哎，过奖，说得好，不敢。你一看他老客气啊，不是真的，真是人性也好啊。你说不敢，我这干嘛不敢呢？我好就是好，这个你看我有说不对地儿，你就提出来。对，您这后边这说对了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那倒是。世上哪有没缺点的人呢？对，是不是？嗯，于老师这些年啊，几乎挑不出毛病来。嗯，这也是有缺点。你看老这么客气啊，那当然，你是我的榜样吧。别去啊！你说他，你看我的脸冲那边，你看，他让你看他呢，他怎么蹲着出去呢？怎么就他们拍，他们不拍？你嗨，什么呀？你这说这个意思啊？啊，观众啊。五行八作都有，干什么的都有。做演员来说，得揣摩每一个人的心态，对，好好的给人说，服务让大伙儿爱听。对，水平有限，嗯，卖膀子力气是应该的，那倒是，是不是？嗯，当然了啊，这个每个人都在不断的提高，嗯，我就稍微的慢一些，慢慢来，我不如人家家庭环境好，哎，熏陶倒是很主要，人家里都是小文人。啊，小文人什么呀？都是有学问的人吗？嗨，有学问的人呢？可以啊，家里都是有学问的人。嗯，在家里他父亲啊，有不懂的，他能问他父亲。对呀，老爷子有知识，有文化。对，他爸爸像亲人一样的爱他。啊，我们就是亲的，我们。他一直就没跟你说啊。不是，您这要跟我说什么呀？他就说是亲的啊，不就是亲的？老头多好啊！我现在一提他爸爸，我就心里老是，我又不怎么回事，我、啊、可能人上点岁数了。我前几年不这样，就这两年怎么了？我一提他爸爸，我就翻心，我就啊，您烦他是吗？不是，就打心里热乎乎的，就啊，恨不有多少拳都出来。哎呀呵，一提我爸爸，您那么恶心呢？我倒不是恶心，我、啊、我就是想吐。哎这。还是反胃呀、啊！您这个不是，我就想他，想他拿心啊，您拿胃干嘛呀？想他，开始是心想啊，想来是胃想，嗯，想着想着就反胃了。哎，对了，没听说过老爷子多好啊！好，可惜可惜不在人世了，啊、就去世啊、嗯！要活着今天也得个二十，二十，别胡说八道、啊，二十五是二十几，我都四十了，你看看岁月不饶人呐。那怎么饶了我爸爸了呢？光我长他不长是吗？这谦虚，这人谦虚。谁谦虚？好人呐。七十多了。七十多、嗯、好人不长寿，祸害七十多。哎，没听说过，没到那一千多年呢。我们是街坊。哎，邻居。我们是邻居。嗯，发小。对，我们是发小，是，这是老北京话。嗯，发小怎么叫发小？法国人的小孩。对，没听说过。不是啊，爸爸叫彼得让。没，不是，我叫郭德纲。一块长起来的。哦，一块长起来了。对，一块长起来了。嗯，好好，我们两家通家之好。哎，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是，就那么好。他哥哥就是我哥哥。嗯，我兄弟就是他兄弟，一样。他母亲就是我母亲，我爸爸就是他爸爸。嗯，这就要乱呢，这个谁让你乱的？不是 你乱了，好极了。我打小我就是有点什么东西不懂不明白了，嗯，不问别人，嗯，
问他父亲去。哎，他知道的多呀。到那儿拿书，老爷子，嗯，啊，老爷子您看看这怎么回事？嗯，老头给我讲，哎呀，岁数不小了就，就讲得很细致，戴老花镜。对，这个是西门大官人。嗯，嗨，你先等会儿吧。金莲姐姐，我这叫什么呀？哪儿就金莲姐姐了就？就老爷子那个，您也看点好书。你们家没有别的书能让我看？哎，对，上我们家翻书去 啊。去了，老头研得了墨，添饱了笔，画画写字儿。哎，就好这个吗？看，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像老爷子似的啊？笔走龙蛇，写撇撇如刀，点点似桃。你瞧瞧，还画画。啊，他有这手艺。画画美人比唐伯虎还好。啊，就画这美人。他父亲那画。哦。当年他父亲在江湖上有个，我也不懂，他们就画画的那个界里边、啊、那行，给他爸爸有个外号。啊，叫笔名。赛冠希。对。别叫了。您说他画那跟照的似的是吗？没听说过赛冠希。你这个、不叫这个真好。我打小时候想，哎呀，这冠希是个什么多了不起的老画家。你那时候都没他呢，知道吗？崇尚自我，解放天性啊。什么哪儿就解放天性？有几天不上他们家去，不看看他爸，我心就难受。他关系好，打小时候瞧着我长起来的。是啊，嗯，后来去就那天啊，我就永远我都忘不了。怎么去了我就不是滋味？为什么出去好些日子没着家啊？那天回来了，哟，我有半个月没回来吧？哦，看看王大爷去、啊、看看王大爷。你先等会儿，您走错门了是怎么着？怎么了？王大爷像话？您不胡同里不许有姓王的吗？先看看王大爷去，对门王大爷，再到你们家。那您就别说王大爷，先看看王大爷啊，这儿出来是再奔欧阳家看看去，嗯，是吧？还没上我们家，合着欧阳家旁边就是你们家啊。您说我们家，看看老爷子吧。对呀、啊，一进门我都傻了。怎么了？半个月没瞧见，嗯，你父亲那脸色啊，惨绿惨绿的，都绿了。躺那儿躺着，哎呀，旁边你大哥那儿坐着，哦，你大哥那脸翠绿翠绿。我这爷儿俩是怎么了？要现行是吗？这是要给翡翠代言吗？哎，嗨，我们不干这代言的事儿啊、嗯，能挣钱。爷儿俩这谁照的谁呀、啊？这是？哎，对，怎么都够绿的是吗？啊，我心里很难过呀、啊。我说怎么了？啊，你大哥抬头看看我。啊，不行。好些日子跟炕上躺着，哎呦，卧床了，不行，哎，难受。我说那谁谦儿他们呢？啊，不在啊。对，我没在家呢，出门演出去了。对啊，我一人跟这儿盯着。嗯，我三天没吃饭了。哎呦，够熬的。我说大哥，你快，你厨房弄点什么吃啊啊啊！我替你盯着啊。真是好，我这就眼泪就止不住啊，止不住，嗯、怕老头瞧见擦擦。嗯，你大哥站起来奔厨房。哦，看看你爸爸。这心如刀绞，看不得这个。该，什么叫该呀？你父亲叫于该吗？哎，你们家才起这名字。太不会起名字了，这谁叫该呀？姓于，这好啊，这什么？你别搅和我。我废话，我难过。我这，你爸爸叫于该吗？没有叫该的，姓于名该，字冠希。这哪有叫该的，还字冠希？您这，我难过。你别说这个。您别说这个了，老爷子。啊，你也有今天。哎，这还是该那意思。你这个人很讨厌。你废话，什么叫也有今天呢？原来多壮啊，原来多壮啊啊！原来你爸爸走道噔噔噔，对啊，走着街上，走北京街上，当跺一脚，四九城烂颤，就那么沉、啊？那是76年夏天吧？那是，哎、嚯、地震了是吗？唐山那边都那样是吧？对，那北京跺唐山震中啊，知道吗？你爸爸好，你爸爸一上街那是呼呼有生气。人好人一上街，大媳妇小媳妇全跑啊啊！干嘛跑啊？害怕呗，是吧？哎，不至于那么吓人。现如今躺在这儿，有出气没进气儿，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儿。哎，老爷子，
您挺好的，跟他聊几句。我来了，我看看您嘞。嗯，这儿看看我。嗯。啊，还行吧。真是。我要小姐。对。啊？你先等会儿吧。不。该。哎，不要紧。这还该呢？这说的什么呀？这怎么还都这样了，还惦记这事儿？不，您这个要求值得商榷啊！废话，怎么叫要小姐？没听清楚、嗯、啊！扶我起来接小便。啊、这时候就别说文言了，行吗？小姐呢？还小姐，跟那一样的。这甭说，文化人都这样嘛，是吧？就直接说。来，我扶您起来不？哎，别动。嗯，尿完了。哎。谁让这就净跟这小姐这磨分了吗？鞋都湿。哎，嚯，好嘛，全焦脚。哎，老爷子也没事啊，嗯，不要紧的啊，您能闯过这一关去，哎，挺好，安慰。您看您精神啊，嗯，不错。是，嗯，招苍蝇了。哎，怎么回事？再看你爸爸不动活了啊，我得探探有没有鼻息呀、啊。您摸摸，不会有事吧？啊。死了！我跟您说啊，就这一下不死也处死了，知道吗？那谁懂？我又没学过兽医。对，兽医干嘛？压根就不能够下这么狠手。整个都完了，整个都死了。废话，可不整个吗？当时这苍蝇呜，至于那么快吗？这就臭了。赶紧吧！啊，奔厨房找你大哥去。急慌忙来到厨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定睛一瞧，干嘛呢？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了？百日床前无孝子。对，你哥哥就算不含糊，那是有孝子啊。对，一个人忙里忙外，你们都在外边，他照顾，他跟这儿盯着三天没吃饭了，不容易。这大老爷们不吃饭扛得住吗？啊，这会儿你说让他炖点肉啊，米饭炒菜，他吃得下去吗？根本就咽不下去。人在厨房，心在病房呢，都想着病人，就好歹弄点面吃吧，就凑合吃。炸的酱啊，打的卤子，哦，卸的芝麻酱，嗯，炒了六个菜，嚯，切了15样菜码。哎呀，这会儿正包蒜呢。哎呀，你别唱了，你呢还有心正吃蒜呢，那都死了。哼，大爷，你太好开玩笑了，这是开玩笑的时候吗？别闹了啊！你爸爸没了。嗯。啊？再告诉他，老爷子没了啊。哎呦，还成面呢这？哎呀，我这别唱了。你真高兴是吗？他吃不下去。这还吃不下去呢，这一碗。三碗面下肚，哎，好，说少了我还盛点汤，原汤化原食，对，还溜溜缝，站着啊，掏出一包瓜子来，哎，就别嗑了。刚才你说什么来着？对，好，满没往心里去，合着你爸爸没了啊？你是告诉他该，哎，该，怎么他也这口风？他知道他爸爸叫该呀、啊，没有叫该的，来吧，这屋来吧，啊，来了这屋，一瞧见你爸爸躺那儿，大爷趴这儿。放声痛哭，是得哭。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有什么喜事儿叫好日子？哭，难过呀！这是难过的词吗？有打外边一开门，嗯，你兄弟来了。哦，老于家是哥仨，对，大爷他行二，底下还一兄弟，是是是，哥仨边边大，哎，差了半岁一岁的，哎。踩着肩膀下来的，就紧挨着啊！大爷40，是他39，哎，老34啊，这是踩肩膀吗？这个踩，反正进来吧，进来不就完了吗？一直在外地24、34、34、34，在外地做买卖啊，这是刚赶回来，哥俩趴在那儿放声痛哭，心疼啊，我心里都要碎了啊！老三的，哎呀，大傻小子似的，该还该。这非叫我爸爸这名字是吗？你看，不是滋味，不是滋味就说该啊！我心里难过啊。刚才好好的，嗯，这会儿功夫人就完了。是，来吧，起来吧，哥俩，啊，别哭，别难过了。哎，不管怎么说，先办这棚白事儿要紧。对了，这是最要紧，人挺着呢。是，把家里存的这些大物、扶的白布全都拿出来啊，
咱们是一切都按照老年间的规矩办这棚白事儿，这可讲究了。这是老爷子活着时候的一个愿望啊，那实现这个啊，一定要圆这个愿。对对对，赶紧吧。嗯，才孝袍子、孝帽子，嘿，给哥俩捯饬好了。嗯，给送殡的亲友们挨个的传口信儿，告诉人哦，街坊四邻都来了，是是是，掏钱随份子。嗯，谁不哭啊？都心这么好的人，嗯，死晚了，哎，死晚了。早就该死是吗？不是，怎么死的晚上了呢？怎么死的晚上呢？这管什么时候？哪怕让他多活一天也好啊。那倒是，大伙是这个心意啊。要说起来，你爸爸不容易啊，是为家为业昼夜操劳，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欲裂。虽经北京著名医师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各大名医临床会诊，怎奈你父亲的心脏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乘风而去，驾鹤西归，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而玩去了。嘿，我爸爸死的还真够热闹的，你瞧。报丧讣闻传出、啊、各界亲友纷纷前来吊唁，是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这边写指挥飞化白虎铁、嗯、这边写血泪染成杜鹃红、哦、这边写轻松不倒，这边写露水长流、嗯、这边是很黄很暴力，这边很傻、啊、很天真。没听说过、嗯啊，这给陈冠希拿去吧，这个横批是该。不要这乱七八糟的，你不人大伙送的呀，那也不要这个，大伙都写，我也得写。您写，大门左边立上挑钱纸，嗯，才这么大一个长方形的纸，是拿起笔来，我写了四个大字，什么？苍天有眼。对、嗯、啊。早就该死是吗？不是，那叫什么？树报不周。树报不周。对，写完贴大门左边。嗯，这叫男左女右。是啊，准备好了，给老爷子要换装过。哦啊，全是准备好了的。是啊，因为打老头活着十年就预备这身衣裳。嘿，老爷子信道教啊。哦，身上衣服穿的跟别人不一样啊。穿什么呀？八卦仙衣。嚯！腰系板带、啊、头戴列宁帽，脚穿皮凉鞋。哎，这什么扮相？这是这多格色，这个什么大街上一疯子吗？这不是躺这儿就没事了吗？怎么就没事了？没事，我给他换，我给他换啊，我给他洗，嚯，做一锅开水，身上都馊了，躺时间长了，身上的味儿跟存了20年的普洱似的。哎呀，嗨，您真喝过？做一锅开水，我来大皮兜子，啊，大胶皮，水开了吗？啊。哎，您这退猪毛来了是吗？你讲话要文明一点啊！废话，这穿皮叉干嘛呀？就是您怕我弄我一身水嘛，是吧？这给洗干净啊，涮得了，穿好了，是心里略微的有一些安慰了，这算是这干点活了。家里还存着一口棺材呢，是啊，老货哦，想当初存下来的，是吗？现在花多少钱没有？没有卖的。北京前门外打木厂万义祥木厂的货，那可好啊！这个材料叫金丝楠，哦，挂阴沉里儿，讲究。棺材来了，嗯、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嗯，头顶福字，脚踩莲花，这是规矩。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着宋体的匾字儿，哦，钦风，嗯，登侍郎是，于太公，嗯，会，哎，头炮饼，哎，嗯、我爸爸叫鱼头炮饼。还不如叫该呢，知道吗？于会该，哎，写正经八百名字。我知你爸爸叫于德什么？德什么？不占德字儿。于云什么？于云金。我、嗯、这没有，您就是就写就某某就。谁于某某？哎，就完某某就是画俩叉，是、啊、于叉叉叉叉叉。我看书上画叉不是好字儿，都废话，没让你说叉叉，您就说这于某某、啊、就完了吗？写好了啊，啊，入殓。哎，入殓知道什么叫入殓吗？您说说。死人装棺材，这叫入殓。这叫入殓。对，掐尸的、入殓的都来了。哦啊，阴阳生一报，吉时一到。嚯、哦，请大爷，叫我哥哥。这叫长子抱头。嗯，一抱着脑袋。嗯，师傅们，哦，受累是吹。哎，走。嗯，当当了当滴当，滴个滴个当，滴个滴个当。你先当个啷当，滴个当。别扭了，这就。最俏皮就是这个，废话，给猪八戒伴奏这曲子，
用这儿干嘛呀？就这活泼嘛，活泼嘛。这时候要什么活泼呀？这搭着死人能扭着桥底下，我告诉你，这没听说过。装棺材弄好了，和尚们可就来了。哦，念经，念经。40名和尚，哦，高搭法台，正当中有一个头戴五佛冠，嗯，这个叫大帽，他这头由他戴着戴，呵。好听咽口诗诗开16本经，哎呀，一边念经一边撒米，扔小馒头，真热闹。这经特别的好听，哎，这么着得了，哎，您在这儿给我们学学这个和尚念经怎么样？你看啊，来一个，哎，好，什么都有啊，嗯啊，我就不太瓷实啊，没关系，也没有没带乐队的，也没带着贴板的啊，啊，不，您就这么唱就行。早长成就，嗯，镇济疆场，嗯。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当当当当当当当，寒下海中江声号，苦海滔滔孽自招，迷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尽管山有色，细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有回来日，死去亡魂哪不回归。一么更儿里呀，月了婴儿照花台，秋香姐定下了计，她说别唱了，这就您这不是送我爸吗？这等秋香呢，跟这儿我这劲儿还没过去，我这接着唱是吧？接着唱啊，接着唱，别接着唱，别唱那个。念7749天啊，僧道坛尼轮班来。呵，北京最有名的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哎呀，一般人请不来。居士林的来了，起士林的也来了，功德林的也来了。怎么你当馅饼粥的、小馋陈的、麦当劳、肯德基？回去吧，他们来干嘛来呀？借着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开个庙会。哎呀，呵，好。大伙儿怎么就那么高兴呢？一直等到出殡的这一天啊，早晨起来一瞧，这天儿啊，晴天，黑的跟锅底似的呀。好嘛，阴天呐！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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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雷，咔嚓打闪。呵，一瞧打雷，你大哥赶紧出去抱着树。嗯，要打雷了。是啊，都躲开点啊！啊，别劈死你们呐！哎，对，就劈他一人啊！打雷有抱树的吗？幽默吗？那玩命啊，这叫搞笑大爷吗？这什么时候啊？一会儿功夫天就好了啊，晴空万里，红日喷薄，这就对了。院子里边立3根白沙糕，嗯，搭起几大棚过街牌楼，钟鼓2楼，嗯，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上写3个大字当大事。对，孟子曰为送死以当大事。嗯，早晨9点出堂发引，哦，先放3声铁炮，嗯，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嗯，先由杠夫24名将金官请出门外，上小杠48人杠，后换大罩80人杠。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一个个是满穿套裤。80人杠换3班，240人摆开一字长蛇，五里阵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前面有3丈6的明镜幡，紧跟着就是纸人纸马，太讲究了。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方比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德、山说玉律四大门神、杨局、爱左伯桃。
朝背书旗，名为四贤，纸人过去了，同音发鼓，子弟文唱起一个大座，带家庙，松豪松露松亭的松法松三松教的花法花枣花轿的金光月府朝天等英武英帆英道英奏镜回避牌歪瓣黄罗伞一堂上绣金福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鱼旗飞镖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伞尼姑二十名道姑二十名潭柘寺的和尚四十名雍和宫大喇叭四十名童子学柳150名小男二不对花圈二不对挽联二不对在前面就影亭一座摆着你爸爸那相片儿哎这猴啊这是这样送殡亲友2000多位、一个个胸前佩戴白纸花、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搀着你兄弟是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大爷左手还拿着引魂幡对泣不成声是魁京最有名的一撮毛给你爸爸撒纸钱唰、一把纸钱节节高、三层开花满天飘叮叮叮这是关照过来了、两个大相尺的倒退着走这不叮叮叮叮叮80人杠又快又稳后跟60辆洋马车上座家属女眷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这口棺材由南城奔北城由东城奔西城转到晚上12点半这才抬回你们家哎，怎么又抬回来了没找着坟地哎，这是谢谢，今天这个专场啊，是红白喜寿事对，除了娶媳妇儿，就是出殡，都围绕这个啊。人家都宅完了，最后给我们甩这么一个，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我这好些日子没使这个了。对，啊，最近身子也不太利索啊。怎么了？您这是感冒什么的？那叫不太利索啊。该。一直就没完全恢复吧。但是呢，大伙儿喜欢，觉得这段挺经典的，是愿意说一说，让您大伙儿给打一个分数。哎，您听听啊。其实来说，观众们跟我们都不见外。那是。那这几年北京德云社由南到北哪儿都去。哦。啊，跟哪儿的观众都是亲如一家。都好着呢。都喜欢我们。对。啊，南边你说到海南呐、广东啊、深圳呐、啊北边东三省对都去、都去到都是觉不出外道来哎都客气他们觉着很欣慰对到上海也是嘛上海上海的节目不好演哦十里洋场纸醉金迷都见过啊而且来说好多剧团跟那儿都不是特别景气是另外据上海演出方也跟我们介绍过哦说你们节目不宜太长怎么呢啊你们一般演了几点我说这哪有准去我们这个一宠性子11点半12点也是他可不吗人告诉你那你够呛啊上海演出一般10点左右就得结束为什么观众得赶那末班地铁去、啊对在上海我也这么说来着 对所以说当时心里也是捏着把汗对总怕演不好对不起大伙儿啊但是很好有一次到12点吧嗯观众都坐得非常好都特安静啊几千人都坐着没动啊很感慨包括演出结束有一个上海观众找到后台哦老先生上海滩的老先生老绅士天热才穿西装打领带那讲究戴礼帽金丝眼镜嘿啊老头小白胡子留着真是绅士啊上海滩老绅士拄一拐棍那是老上海俩人搀着老上海嘛嗯嗯当年跟石富宽先生就是你的老师啊我师傅关系很好嗯听说哦石富宽的徒弟来了我去看看哪个是于谦见个面搀着多着多岁老爷子这么大岁啊是老上海老绅士啊扶到后台看见于谦很激动是是哎俺了是个老上海这是上海人吗这个俺了就别俺了了老上海您不行了这不是河南人吗这个看见你很高兴了哎呀哎行了行了说相声不与民作主您要唱豫剧呀、您这是就是很喜欢我老在上海待着嘞哎老在上海那就叫老上海呀老上海我们都很感慨这净感慨这个了、北京天津就更甭说了啊都是熟人是您这两天包括今天谦哥其实身体也不是太利索对我们俩都不利索也挺该这个
就是闹肚子，他最近是闹肚子，也不是吃什么脏东西了，没吃什么啊，水泄，水泄，就是咱不懂那个，就是您还不懂呢。我想说了，尽量干净一点吧，就是啊，您这越说越脏，知道吗？就说到闹肚子这就完了，就是闹肚子，哎，闹肚子，嗯，就是站不起来，在后台就一直在洗手间那屋霸占着，我这才出来啊，这刚出来，刚才有一观众找到后台去了，嗯。于老师啊，听说您闹肚子，我是个老中医，对，我给您开一偏方，这药到病除啊，他有能耐啊，两块钱的事儿，怎么那么便宜？两块钱就治你这闹肚子，都买什么？买六个玉米，哦，其中的五个剁碎了，煮水喝完，当时就好，五个就好了，剩一个呢？喝完不好，拿那个拧上，去了。这是熟悉我们的观众，因为一唱就结束了啊。好，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听我的，听你的。啊，呵，跟我明白人大实话，那是准完了。嗯，其实说明观众们熟悉我们。对，啊，这个相声嘛，四门功课啊，脱鞋就唱。哎，没听说过，说学逗唱，说学逗唱是吧？哪门弄好了，你都不容易。那倒是，得下功夫，还得有好身体。嗯，没好身体想说相声，啊，你不要小看站在这儿30分钟、40分钟，嗯，这是极大的体力消耗，这很耗体力。没好身体，这盯得住吗？就老往这儿站，啊，他好歹有个桌子扶着呢，我又不能这样是吧？是不是？所以对我们来说，没事还得锻炼。哎，也应该锻炼身体。嗯，于老师这方面，我觉得啊，嗯。这份儿，这是我好锻炼。没事啊，嗯，跑步，啊，对，这最好。跑步啊，嗯，游泳，啊，是，跳高。我怎么干什么都跟跑步似的？我全这姿势，就什么都有这一处跑嘛，是吧？我往水里扎是吗？游泳。你看你这，你该哎，您别老提这，跟我好锻炼，他就确实好锻炼，无论走哪儿都是，嗯。我太了解他，我们住一个小区，对，住一小区，见天锻炼。在家如此，出门演出也这样。哎，这就坚持不懈。那回就是出门演出去，嗯，酒店里边，嗯，我们这人都懒，中午不爱起床，睡得晚啊，12点1点中午这才起。对，于老师没有，早晨7点准起。哎，我规律啊，起来之后吃早点，对，锻炼活动活动。中午看我们都睡觉，他恨得很。你们这身体早晚得垮，老睡啊，12点了还不起床，大中午这太阳多好，对，晒晒太阳吧。这多好，于老师喜欢这日光浴，哎，这最好。噔噔噔噔噔，奔酒店顶层上楼顶，一人都没有啊？谁上楼顶啊？于老师乐了，来吧，我要干嘛？全裸，哎，全脱了，一丝不挂，嚯，哦，脱，我给谁省着？哎，这有什么可省着的呀？这个一丝不挂，嗯，别看了。光机躺下了，哎，晒太阳，晒吧。日光浴，嗯，20分钟，噔噔噔，脚步声音。哦，来，服务员，哦，赶紧一转身，趴在那儿。好歹挡上点啊！服务员过来了，嗯，于老师好。嗯，干嘛？不是您，别拦着我。我招吗？我正在日光浴。对，是日光浴，不管您，啊，您挡着我们天窗了，全看见了。演出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光临，再见。